32题，当车子行驶到某一路口时，仪表板上显示为每小时40公里，此表示为什么？那我们晓得这里所显示的只有大小没有方向，所以它应该叫做速率而不是速度。同时显示的是这个当下这个瞬间的车子的快慢，所以它是所谓的瞬时速率。因此第32题我们说仪表板上显示为每小时40公里，此表示答案选的是 C， 车子当时的瞬时速率。